大家还记得我上个月份搞的活动吗？现在八月份了，给大家公布一下。第一名呢是蒜头王八，啊，这个花友看到以后在评论区里边记得说一下，恭喜你获得我们198的无名凯优券，是吧？第二名是泥香蓝源哥，恭喜你获得我们98元的无名凯购物券。第三名是安然，啊，这个臭宝的是58元。然后呢，其余的这些个呢，只要参与了的，我都已经写到这个上面了。然后呢，咱们都会给一个参与奖，送给他们一些个，你比方说，就是价值9.9的这个小礼品，就我们家的东西，好吧？也希望花友们呢积极踊跃的去参与啊，有的花友还不会参与，我再教给大家一遍。也就是大家在发视频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拍照片，也可以发视频。然后呢，你比方说咱们随便整一个吧，就咱点了一段啊，这个花从老花一家买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？或者之类的，或者说你夸一夸我都可以。然后呢，这边那些个啊音乐这些都不重要啊，你点下一步，下一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得艾特我一下，艾特谁呢？艾特老花一。然后啊，话题里面也带个老花一就行了。其他的就自由发挥，好了，然后呢，大家就是根据点赞啊、评论啊，还有这个播放量这些个维度啊，我们考虑最多的那一个三项加分，然后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。还那句话，第一名是198元的无门槛购物优惠券，就是我们家你可以任意选198的东西，这个是不需要付钱的。第二名98，第三名58，只要参与的嘛，就给大家发一个参与奖，好吧？就不说就点赞，我是老花一。这张一白的手包，嗨，嘿嘿嘿嘿。